准备一个又大又圆的苹果，先在苹果表面刻出你想要的字体。我来刻一个情人节快乐，再把旁边多余的皮削掉，画个圆，准备来雕一朵玫瑰花。玫瑰花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，它代表着浪漫与爱情，象征着热情与执着。一般新手想学雕刻，怎么学起呢？首先，你得从模仿开始，就认准一个作品，多模仿几遍。如果一天坚持练一个小时，那么一个星期之后，你肯定能掌握一个成品。我在这呢，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刻得不好，仅供参考。如果可以，给个爱心再走吧。抖音。